欧盟已经拟定了一份总额估计为34亿美元的对美国产品征收关税的清单。欧盟表示，如果美国不同意永久性的对欧盟国家免除关税的话，欧盟将对美国产品征收关税。默克尔周四在保加利亚索菲亚举行的欧盟峰会后，澄清了该集团的立场。Wir haben deutlich gemacht, dass wir A eine unbefristete Ausnahme. 我们已经明确表示，第一，希望无限制地豁免这些关税；第二，准备谈论四点，那就是工业产品的对等市场准入和公共合同招标的对等准入，在液化天然气和天然气领域加强合作；第三，特选的监管合作。第四，欧盟和美国在进一步改革世贸组织方面采取共同立场。川普总统说，钢铝关税对美国国家安全是必要的，但欧盟认为这是为了帮助美国企业而实施保护主义措施。默克尔说，欧盟成员还讨论了他们对美国决定退出伊朗核协议的回应。Wir haben darüber hinaus über das Iran-Abkommen gesprochen. Alle Mitgliedstaate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当然，鉴于这一点，我们将继续与美国会谈，并与签署协议的其他国家会谈，希望伊朗继续留在这项协议。其次是与伊朗讨论我们像美国一样感到关切的其他问题，其中包括伊朗一直并将继续发展的弹道导弹计划。欧盟的回应包括所谓的阻碍性法律，该法令禁止欧洲公司遵循美国的制裁命令和美国法庭有关实施制裁的任何判决。美国之音卡斯特报道。